Hello， 大家好，阿 Wing， 咁我今日咧就，咁今日呢条 vlog 咧就会记录我做手术同埋住院嘅成个过程啦。今日就系入院嘅当日，听日先会做手术。我而家自己嘅心情咧系兴奋大于紧张嘅，但系我唔知道我到时当我真系要换晒衫、拮咗啲针落只手嘅时候会唔会好紧张？但系暂时都未好紧张，系兴奋比较多嘅。好啦，我哋一齐去记录下呢个人生嘅重要一件事。我谂人生都唔会试几多次，或者有啲人一生都唔会试到一次，所以我觉得几好彩有得感受一次，希望唔好感受下一次啦。不过我哋出发啦 ，Let's go！你讲咩啊？赶住去见 Miko， 救命！喂，做咩你走阵？做咩你行紧嘅？行到嘅？系啊，我好舒畅地行到我妈入去啫。佢啱啱赶住见你我嘛？哇！话咩啫？你第一次搭车系啊？你又笑乜啫？第一次搭车，阿 Sir 都让我过啊，阿 Sir 都叫我行。我系萧永恩第一次坐我妈，我妈之前 po 你 WeChat 嚟嘅 ，cap 你，然之后佢话零 Miko 转数好快，佢哋尴尬，两个尴尬啦，我唔搞佢哋。Let's go， 好尴尬啊，非常尴尬啫。好啦，我到啦，上道具呢个咩？个烟雾杯喺度。萧永恩帮我准备嘅，噔噔，最后一个嘅咩？最后一个，即系做手术之前最后一个。哇 ，OK， 哇，真系要食饱啲啦，我。OK， 出发。上到病房嘅第一件事，护士同埋医生都会帮我进行一啲手术之前嘅准备，同埋都会同我讲翻一啲细节。护士好似都几好人，好紧张，而家自己一个面对所有嘢，好似喺度换都得，咁样咪就换咗佢。去到医院，咁样嘅话咧，一般咧我为咗稳定翻个关节啦，半月板度咧，我要入镜之后咧，视乎情况咧，如果撕裂我唔缝翻佢，我同你讲过噶啦，嗰日如果啲地方撕裂得严重嘅话咧，冇得缝嘅，我哋会 cut 咗佢噶啦。手术完之后咧。好快就好快落地做咗功能锻炼啦，总之一定会比较痛噶啦。好快。手术完嘅之后咧，屈膝出嚟屈膝。即系咁样？系啊，出嚟。记得听护理指挥。好，加小声。呢个系我嘅医院 OOTD， 仲有条手带，应该医院嗰啲裤全部都系咁，跟住系几松咁样。好啦，我就翻入去准备下，应该等阵会抽血。我覺得我一啲都唔緊張，好興奮。我咧啱啱就抽咗血啦，不過咧有一啲咧就唔可以影出嚟，跟住所以我都係 update 下我嘅情況俾大家聽啦。咁今日就會照埋呢個心電圖，做一個唔知咩，咁我就應該係聽日做手術咁樣咯。今日主要都係休息為主。啱啱姑娘就俾咗一個粉紅色，好特別，就是一個清潔劑啦。佢就係我今晚要洗我個膝頭哥，同聽朝手術之前都要洗一次。同埋我想講，原來一件事做手術係唔可以 gel 夾嘅咯。那個夾手指嗰個儀器係 check 到，應該係心率，我先冇事咗咯。如果唔係要拆曬佢咯，我完全係勁好彩咯。我啱啱咧收到姑娘嘅最新消息，佢就話我聽朝8:15就係第一台入去做手術啦。咁然之後，我聽日就要朝早6起身去 get ready， 估唔到咁早。跟住我而家咧就準備上堂啦，上完堂之後，今晚就早啲瞓，聽日就準備迎接近期嘅一仗。我喺度上緊營養學嘅 diploma， 跟住等緊我媽子拎個晚餐過嚟俾我食。上緊呢個臨床營養學肝膽二啊，今日。噠噠你照顧啦，啊用咗你做嘢啦，你自己食得噶，咁低調嘅，系啊系啊，系啊，系系、你自己得噶，多謝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哋正去呢個時間探病，而家幾點啊？呢個係糖水鋪啊，我唔想做豬啊。唔係啊，咩啊？食完糖水鋪之後手術會順利啲啊。誒，睇下而家嘅時間，我仲有10之後做手術。因為我發覺咧，佢啲探病時間根本冇可能到。接過就順利啦。我12之後唔食得嘢。之後大把時間，係啊，你仲可以15食一隻雞翼都仲得。O K， 打冷氣咯。好啦，我夾翻佢啦。佢俾咗一個炸雞翼我，呢個好好食嘅糖水鋪超出名。跟住我而家剪緊片咯，要把握時間，剪完食完就快啲休息。
琴晚完全瞓唔著，差唔多醒咗十幾次啦，跟住好乾咯。咁我而家咧就已經換咗呢個手術嘅袍啦，準備就要入啦。跟住好乾，好似粒粒。我下半身係喐唔到，好凍啊！好咯，真係瞓到三點鐘再 update 大家啦。手術六個鐘之後第一次嘗試落床，一般護士都會建議我哋術後嘗試靠自己嘅能力去一次廁所。小心啊，你過。我自問覺得自己都是一個忍得痛的女仔，但是剛剛痛到一邊行一邊飆眼水，再加上頭痛和想嘔，哇，真的很辛苦，救命！我真的越來越 feel 到她的痛。是啊，麻醉藥過了，我幫你拉少少，少少麻醉。好。我而家都唔知道佢應該伸直定曲住，因為都好疼。總之第一晚係最難入嘅。啊，好明顯，我想嚇。有同一日都係咁樣樣辛苦嘅，係直腳都唔知道要伸直定曲定係。我而家真係。有咩幫到你啊？曲咗緊住下個膊頭啊。好，唔該曬。緊住下膊頭，因為凍啊，唔好凍親。走了幾步，好暈啊，跟住好想嘔。因為你又冇食嘢，熄一熄燈，等你瞓一陣啦。好，当麻醉药过了之后，我发现这个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无论我的脚是伸直还是打横这样放，那个痛楚都是令到我没办法好好地休息。然后睡醒一觉，我就快快手吃了个晚餐，再吃了粒药就继续睡觉了。这一刻的我好想哭。这个是我只脚第二日的情况，刚刚用这个架去厕所比昨天已经舒服很多了，现在吊着个消炎点滴。昨天是真的痛到一秒飙眼泪，然后又很晕又很想呕，看看今天可不可以真的成功做到一点复健运动。我有什么事啊？请问我只脚小小的问题呢，我几时可以出院啊？医生我戒口啊，我把戒刀戒开个口。嗯 OK， 我就知道吃完就瞓，瞓完就吃，所以而家决定喐下啦。冇咁痛啦。冇咁痛啦，琴日就嚟屎咗。转圈。第二日啫喎。打八折啊咁。打八折就唔得。全啲原。喂，唔系，我真系好劲喎！你睇下我，虽然唔系蹲得好低，但系我冇谂过自己竟然真系蹲到。等阵一蹲，啪一声嗰啲。喂。touch 过。喂，你帮我 touch 啊。差唔多。黐线。晚餐时间。分享水果。有提子和藍莓，我想問我是否大型好友交友現場？鄭鄭，睇個扣仔，我冇記錯啊嘛，你係係紅絲用冇錯，識嘢啊，睇啖先。我有牛雜，喂，我食，我都估到你要買牛雜噶啦 ，Oh my god， 哇頂，食包，喂，喂屌，仲有葉茶味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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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有一個係麻。O K， 系健康嘅。买咁多做乜贵啊？唔系咯，其实你应该系住十几日院吧。其实我过两日出院咯。哇哇，呢、這个就正啦，呢、這个系三姨嘅汤汤。耶、yeah, ，我嘅表妹佢就即刻就 A 发仔，耶 ，Oscar 包，练你练头，你练佢啦。好啦，我想练你喎、哦。有落都话偷啊！你睇佢几劲。第三日的早餐就是这个鸡蛋通粉，是不是又劲痛咯？今朝我先揾得啱一个位置去瞓着，但医生就话一定要伸直啊，你一定要伸直啊，老大真的好痛。睇下等一阵喐动翻下会不会再好啲，同埋我已经两日冇冲凉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食个早餐先啊。食完早餐，然之后我妈子就嚟到帮我冲咗个凉，再洗埋个头。跟住就到咗午餐时间，食完午餐我又继续练习行路咯。啱啱去出面行路嘅时候咧，
我撞到個 friend， 唔係撞到個 friend， 係我 friend 硬闖。之後佢俾咗呢一個 croissant 同埋呢個啡啡我，實在太開心啦！可以感受到鏡湖嘅 tea time， 即係啱啱努力去行路啦，用呢一個係行得好翻勁多咯。所以我諗其實瞓覺到朝早嗰段時間應該係必經嘅痛，咁我就靠中午呢段時間一定要行多啲，行翻鬆佢，去調整自己嘅心態。我今朝係有少少頹咯，因為行唔到。咁我而家咧就享受下嘅下午茶，然之後就繼續再出去行路練習下。加油啊！到咗晚餐時間，今晚有溝兒 B B 同埋佢嘅男朋友嚟探我，仲有嘢食，實在太開心啦！而家係第三日嘅夜晚，隻腳都仲係好腫同埋好滾。今朝咧就痛到爆炸，琴晚都痛到爆炸，今晚應該都冇得食止痛藥瞓覺，咁我就攞咗個冰袋敷下隻腳，希望聽日朝早起身冇咁痛啦。第四日，噔噔噔噔，我隻腳咧其實係終於有消腫啦，然後我琴晚冇痛醒啊，實在太好啦！加油啊，腳仔！Oh my god！ 睇我最後一日有摩字哥哥，跟住而家呢個癲嘅友仔，你睇佢拎咗啲咩過嚟？你快啲介紹一下你嗰袋 Chanel 開箱。搭衫啦，兩搭啦，有四搭衫喺入邊啦，全部都係細碼嚟嘅。你真係好過分！點食啊，大家？大家係咪當我係大胃王？癲咗，不過大家 so sweet。我最後一位探病者咧，應該就阿葉，佢整咗啲唔知什麼手作東東。佢話呢個攞嚟翹咗啲電話線，跟住啱啱一夜搣爛咗。呢個係我啱啱叫佢幫我買嘅，寫咗封信送俾佢哋，哈哈，希望佢哋會中意啦。多謝姑娘嘅照顧，我幾 sweet， 我冇 sweet 啊。係啊係啊，係啱啱個女給護士的信，希望佢哋可以感受到我嘅愛啦，辛苦曬佢哋咁多日嘅照顧啦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食個晚餐先。好，咁話咁快咧，已經嚟到第五日呢段時間，真係要超級多謝曬所有護士啦、朋友啦同埋觀眾們嘅關心啦。我仲記得有一次護士咧，有一晚喺深夜差唔多兩點幾、三點幾，我敷緊嗰袋冰咧溶曬，佢偷偷地嚟摸一下，跟住佢幫我換咗一袋新嘅咯。平時咧呢啲可能係我哋暗中叫護士佢先嚟幫我哋換噶嘛，但係佢唔係咯，佢係真心想我哋快啲好翻，佢咁幫我哋做咯。佢嗰時雖然咧冇擘大隻眼，但我感受到一切，我真係覺得超 sweet。超多謝嗰個護士啦！喺呢度呢幾日啦，真係完全 feel 到健康嘅重要性啦。你冇健康，你真係做唔到其他你想做嘅嘢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，開心心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。我要努力復健啦，拜拜。